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是石头。我们看一下石头在水里发现了什么东西。石头非常的激动。朋友们，你们说为什么这狗会对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？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石头是怎么想的吗？他是不是看这个不顺眼，然后一直在挑衅他？他怎么会对着这个一直狂叫呢？真是奇怪啊。我的脚都不认识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叫一叫也挺好的，平时在城市里在家里石头都很少叫，他现在出来可以释放他的天性，可以一直放松放松。头，我的飞碟嘞，石头。咬他一口啊，石头。太搞笑了，这狗越看越觉得搞笑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说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石头是怎么想的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实在太搞笑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石头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走啊，走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